一口美年达，灵感大爆发。本节目由美年达独家冠名播出，加点线索，加点料，现点现做，必胜客。本节目由必胜客赞助播出。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，尊享超前彩蛋、会员 Plus 版等更多精彩内容。请找到密码，逃出密室。我知道了。恭喜解锁 M 密室第一关！来，我们一起喝美年达庆祝一下，干杯！喝口美年达，来灵感密室小程序一起线上云逃脱。上周，由黄明昊担任队长的蜜桃团，作为报社记者，前往唯爱剧院采访小薇。你是小薇对吗？对，我们是过来采访你的。等我演出结束再告诉你们吧。不料演出期间，小薇却突然消失。小薇，她不见了。小薇，为寻求真相，蜜桃团深入剧院内部，探寻唯爱剧院的传闻，却在卧室里意外发现了爱德华的死亡证明。那爱德华是之前已经死了。废弃残破的剧院舞台，被操纵起舞的神秘木偶，四处游荡的神秘鬼影。谁啊？快走！对，跟着我，跟着我。死去的爱德华究竟是谁？他和小薇的消失又有着怎样的联系？我看到了，你死的。蜜桃团能否冲破迷雾，解开唯爱剧院尘封的秘密？哇，这里面有暗道。哇，怎么了？哎，过来，出来，出来了。嗯，没事。哦，没事，就一段。开不开吧？能开开门吗？不可以。就要找这个钥匙。对，来吧。这边没放过。在哪儿啊？哎，哎，哦哦哦！哦啊！哎呦我的！肉姐，你神了，今天开了光了。今天是哎，你还要继续当队长？翻开哪个是哪个？天生队长的料。之前是这样的吗？以你解谜的速度，咱们这一季可能2天就完了。哇，太快了！罗杰餐厅的备用钥匙，我放在抽屉里了。在那儿，在那儿。依次转到正确的图案就能打开，不要再忘记了。依次转到正确的图案。哦，这个每一个都能打开。好嘞。星星、老虎、月亮。你看它上面都有标，会不会跟我们现在解这个有关系？上面是一个三角，它就是代表。因为它把它转到正确的位置。哦，有可能。虎，今天是虎年，先搁在这儿啊。然后虎，哎，什么字是下边是虎？彪，有可能彪悍的彪，是不是虎字？虎字边一般都是在左边，这样的吗？虎生三子，必有一彪。你都真的是，虎生三子，必有一彪。那先从这个最简单的开始吧。这个是王，
然后前面是两个星星，两个叉的落是星星。五行三子星星必有一雕。这门可能这是个月字旁。月字旁，对，月字旁，对对对对对，厉害厉害厉害，月字旁胖。讽刺谁？然后胖。然后这个就是蛇字边有什么吐舌的那个蛇，有田什么那个容易田田，因为它拼出来是一个，我觉得它拼出来是一个成语。什么成语？应该是类似，比也许啊，可能比如说虎王，那个争霸，争霸，对，说两个人两个虎王都不知道谁是爸爸，然后俩人开始争霸，虎地虎。地虎漫步，地虎漫步可以。我是我们的地虎漫步，地虎漫步可以。地地 H 九天长，地心引力，引力地心，地心星，地。这倒过来是个，什么能提示哪个是正确呢？这个呢？这个给你个秤。嚯，太脏了。就是每回转完之后，来要要自己几斤几两。这是逆，这是逆。如果从这边跑，我之前发现过一个便签是这个。这里有一个便签，一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坐，二希望不要浪费食物，四使用盘子后放回原处。会不会跟我们现在解这个有关系？又是跟这个机关有关？没有。第三项是什么呢？哦，这是这个过程吧。第三个肯定是咱们的这个顺序，比如说我们先找到自个儿位置，希望不要浪费食物，三尽情享受什么美食吧，然后接着什么使用餐盘子后放回原处。所以这个未必是一个字儿，四个字儿是吧？或者是都有可能。这个是不是很大的一个提示？它圈起来的话，比如说一找，二吸，四十，不会是这个的第一个字找望子什么东西？找望子，找那找这个字跟这有什么关系？什么只要知道第一个字，其实后边的都用。哎，你们看啊、哦，你看啊、哦，望字对不对？这个望啊，有个王，有个王，有个王，有个网、哎就是、哦，死亡的亡，有个月，对吧？对，望在这儿。对对对了，我们来转到正确的图案。王，然后是月的呀。然后是老虎，三个，不对，我觉得咱们的方向已经对了，就是不知道是答案是什么。这三个肯定对了，一二三四，是不是？找到，不要。找到自己，希望不要使用盘子。找希望，使用盘子，使用盘子找希望。怎么使用盘子找到希望？怎么使用盘子找到希望？依次转到正确的图案，就能打开。使用盘子找希望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的？这个，你看这个西，它跟这个布就是西，西。对了。然后是这个望字的望，就是这个字儿，有这个字儿跟这个、这三个元素能拼出望字。刚刚你这个望是对的。OK， 我们转到正确的位置。好，我们来一遍。我先来西这头啊，三二一，西头，西，西。然后是布。不，然后是王，然后是月亮，
尝试老虎。江湖，被顶开了。对，哇，这几个灯。Justin 今天真的非常厉害，非常棒。Justin 真的非常厉害，太厉害。你听懂了吗 ，William 哥哥？完全听不懂。有钥匙，开门，来吧。但这个灯里面没有灯泡。先进去吧，万一那个灯泡在里面呢，对吧？对。我在你后面，放心。没事儿，我永远在你后面。Promise。能开开门吗？可以啊。OK。又是黑。耶，进下一个房间了，开心。哎，回来了。爱德华就是他吧？临摹你画上的轮廓，回来啊！刚才的房间啊，哎，转回来。哎，这就是他那个日记本吗？对的，这有个笔记，这有个笔记，有人要看吗？要不要看一下？日记是空白的，是后面有东西被撕掉了，是不是？应该是。等一下哦，有没有可能是这个？又是中间那一套是吗？没有哎。你是想这样翻一下是吧？我看一下。没有。没有。哎，这个灯泡在哪呀？它是个弹簧的。那石油灯泡呢？哎，这有灯泡，这有灯泡。能装进去吗？哎，这好像不是。这没法充电啊，这怎么 USB 的？不一样哎。这个也有个灯泡啊，你那灯泡不行。哇，还有几个灯？这里没有灯泡是吗？谢他一个呢？那是不是在那个房间要能进？是不是在里边那边找啊？你们回餐厅看看。朋友们，门喷好像鹏鹏好像找到了，好合适啊！点开，是个蜡烛，哦，还真是。这有吗？是这个吗？这可以吗？感觉。哦，还真是哦，读日记，读日记，哦，读日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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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果真那本日记就是验钞，验钞机。来吧，哦，这儿呢。MT 913年6月1日，今天我在剧院门口发现了一名身受重伤的我国士兵，他全脸血肉模糊，哦，昏倒在地，就是那个爱德华是吧？哦耶！意外发现他脖颈露出的项链上竟然刻着罗杰。啊，就是活着呗，就是两个人一直在换身份。不是，他找到的这个人是罗杰。
他的胸前还别着一支爱德华的钢笔，难道他是？我心下疑虑，将他带回了剧院。等他醒来，我想好好问问他。就那哥们呗，拿镰刀那个。他老有斧头。来了来了，前脚往前脚往前脚。我的天！前脚快点，这里这里进来。刚才美婷应该把他摁住，问问他。Cool。 6月10号，今天罗杰与我聊了许多他与爱德华当年一起度过的大学时光，这也让我对爱德华长久以来的思念之情得到了一些慰藉。哦。6月20日又过去了10天，但从剧什么？哎呀，我觉得这黑灯读会好一点。哎，把灯关了。侯伟，我就说那灯怎么能开关呢？对，这样好多了。罗杰的伤势已经好了许多，但他始终不愿意从剧院的地下室里搬出来。我猜想他可能是觉得自己被毁了容貌，自卑让他不愿意被外人看见。就是这么点事儿。他就是觉得自个儿丑，不愿意出来见人。然后呢？其实他暗中一直在保护他心爱的姑娘。然后爱德华死了，然后他是爱德华的战友，然后他回来找到这个姑娘了，是吧？他们也是同学。对。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姑娘去。我觉得刚才美婷就应该抓住 NPC 跟他说清楚了。好，下次见到他，我对抓住了，说你看看这东西，看清楚，怎么回事？我们刚才从这儿走的，对吧？中间还有一个。我觉得这灯会，这肯定有问题。其中一个柜，不是这边吗？这柜是感觉能走人的啊，应该是可以出去。这底下是空的，这是个电梯啊！电梯。哦，又来了。又来了。是吗？这感觉是能这么下。你要不要照里面？你就直接照吧，你就直接照吧。像。它这里是一个半圆，这里也是个半圆。就是有人踩的形状。两边图案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其实是一样的，很像鞋印。说实话，我的猜想啊。这样子，我们两个人在里面，然后我们几个人在外面，我们把这灯一开，里面那就开了。对，现在我懂我的了。I know。对，好。哎，把灯关了，先把灯关了。没问题，来吧，蹲着吧。好，我先关了啊。看他们开了里面，哇！我就知道，对我们下去了。不会灌水吧？突然间，还好吗，大老师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这就是个电梯，你们一波一波下来吧。好。果然是这样，果然就是个电梯。我说太准了，今天真是。这是他的那个面具屋。等一下，他们应该可以下来了。现在没有开，没有回来的吧？这有点恐怖。我知道了，最后有两个人留在这儿，他
他会拎着斧头过来。对。然后直到最后。那这样，我跟蜜姐第二步，你们俩第三步。行，我第三步，你没事，有我在。他先给他跪一个。我们一定把最胆大的留给你。走吧，我们俩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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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知道他会从哪里出来了，我都快点快点关门，拜拜拜拜。他们不是往上走吗？他们往下走。是往下走？对。往哪边呢？你猜呢？左边右边？我猜这边。那我猜这边。真不错，一个猜左边，一个猜右边。他们俩人呢？他们俩人呢？我大震惊啊！我真的是大震惊啊！不会只有咱俩吧？大张伟、陈伟霆。我一整个咱就是说不是两个人一个房间是吗？我大震惊。你记得他们说往上走吗？郭伟哥，哎，我在。他肯定是从这里出来的。有可能也可能从这出来，也有可能从那出来，也有可能从那出来。等他上来，等他上来再开吧。那进去吧，我等你。你进去吧。我，你在这边站着，你关这个门，我跑掉，我啪就那。好嘞哥，好嘛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准备好了？好。我老板出面，老板出面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小心。来吧。我不看，问题不大，不看就伤害不到我。有我在。啊！他俩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他们俩去哪？不可能，真的不知道。嗯？他们怎么不过来开门啊？你们有人能下来吗？他们听不见咱们说话。前面这样的是这个吗？单人任务啊？哦，有可能一人一个。哦，这就四个头盔，要戴吗？戴着吧。那咱俩就一二，他们三四呗。好，我们一二，我们一二吧。我们三四，你要选一个。那你们一二，一样的吧，都这样都行。啊，你怎么这么猛啊？然后我们在中间会碰到，我觉得。那就一二三四走呗，成排呗，还是怎么着？那我先吧。OK。我就先来了，我证明自己。哎呦，我这有点太黑了吧？确实有点太黑了，啥也看不见，毕竟。我证明自己，这边。鹏鹏好，鹏鹏拿了一个面包一直在打。这边应该是左边。不要当我面下吧，可以离我远一点点。
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来，慢点，可以离我远一点点。这边前面是有个什么颜色？是有人吗？你们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假人。这边。厕所确定不会走回去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怎么了，宝？不要离我太近啊！鹏鹏一直走在第一个，就是这点做得非常好。应该是这边。在黑暗中，你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睁眼，你知道吧？你慢慢飞。丽姐，你说的有道理啊！怎么了？婆婆抱住了我的脚。他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？不是有个人摸我手。看他摸摸他，他抱着我大腿。鬼多。那我先笑一会儿。我真的第一次在黑暗中笑了出来。求求了。下次他来摸你，你就抓他。对不起，我认输，好吧？下次来你就抓他。我不会抓他，我只会跪下。大老师。伟霆哥，你们在哪儿？这不会往回走了吗？不会，这里不是往回啊。是，刚进来。没事，我们反正先找到一个洞，我们钻进去，这可以走吗？祝你平安，天天。这。把它挂嘴边。然后结果发现咱们回到的起点，会不会很酷？那就不要尝试。有人吗？我怎么感觉在转圈啊？我们又在转圈，好像。是。是吗？但感觉又转了一圈一样。举止不清。来这边。没来过这儿对吧？好像没来过。我正好没来过。抓住。大老师。国伟哥。没有。走出来了，是不是他们的房间啊？嘿，咱就说走回来了，走了个寂寞，真咱就说走回来了。但是这边进去，这边回来的。我觉得鹏鹏胆子大，有一说一，真不错。刚那个人真不错，我探过去，他这样。我知道他摸我了，然后就很开心了，直接抱住了我大腿，抱住了他大腿。来吧，鹏鹏，喝口水，接着开始。他们怎么不过来开门啊？你们有人能下来吗？他们听不见他们说话，他们下不来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是我们要过这一关。你们要破解什么呢？还拳击吗？我觉得是不是他动的东西，我们再被找回来？只能动吗？能点吗？不能，假的。哇哇哈！这还有人呢！亮了。他们绝望了，因为他们不怕。哎，你过来看看。
哦，这是个门。怎么开这个门呢？这是柜子。这儿呢。好。罗总，你总是待在地下室里，会不会很无聊？我想到一个用面具组合图案的游戏，我们一起来玩吧。绿灯闪烁游戏开始，答对绿灯常亮，答错红灯常亮，连续三次正确即可胜利。对面哪些面具可以组成这个图案呢？对面的哪些组成？哦，还真是，你看这个可以摁啊。爱爱，但是他刚才有两个啊，下面也有，对，下边也有。好，这就是第一个，爱就对了，这是对了。不对吗？那是什么？墙上哦，我看到了，有符号。嗯，让我看看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吓我的。哦，没事啊。哎呦喂，我脑袋太大卡住了，等会儿。脑袋太大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那个爱跟这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有一个 L 在哪里啊？哦，我才明白什么意思，明白了、就是说我们先记住这边这些数字，我们先记住，比如它不是有一堆这个吗？然后我们记住是哪个就行了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应该是七。好，又不一样的，太难记了，这个肯定是不一样。哇，很难记啊！就是这个意思，要背下来。太难记了，这个。你记住最右边的，然后你告诉我中间的跟左边的。最左边两个是直的。两个是直的。然后最右边，这一边是横横。我就想知道最左边的竖着的三个是什么。没有叉子，根本想不起来刚才哪看见过叉子，对不对？这可以，没事，我们失败了，再来一次。我只记这一溜。再试一次就完全没问题。不知道拍的准不准。可以，没问题。他给他们的道具，对不对？节目组给的道具，就我们就可以用。我们为什么不用呢？不能浪费，不能浪费道具。你没问题，我跟你说。全是虚的。什么都看不见，太黑了，这拍了个 X， 跟体检一样，拍出这 X 光片儿，还是靠生计。你先告诉我，最左边的三个竖着三个是什么？三个竖着还是横、斜、三角。横、斜、三角。第二排是斜 ，T。这样的 T， 这样的 T， 然后一个 L，
横斜三角，对，斜 P 斜 T L L， 然后你记对边的啊，三角形直 T， 哎七，就有一个是，我是不是就有 L 是这个吧？对，是不是这个是竖着的七是吧？是好，哦，对了。错了啊！你不说是一个这样的 L 对不对？对啊，但他的 L 是这样的，他是这样的，完全没有默契，太难了。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的记忆力很差，然后刚好那一关要瞬间要记住所有的图案，其实我基本上想放弃的。是错的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挺不容易的，那个洞是不是就在程雪婷和杨幂设计的？那个洞我根本就过不去，那个洞卡着我，我每回过去之后只能卡在鼻子上，我那个头大到根本就过不去那个东西，然后我永远看见的只能那个我只能看见这儿。然后陈伟霆可能国语的表达方式没那么准确，所以酿成了很多地方有这种鸡同鸭讲啊，俩人听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的这种一个困局。这次必须走对，我觉得这个面包棒挺有用的。嗯，对，把那硬棒棒给挣下来。好，走吧，走，加油，朋友上，加油，加油，朋友上，挑战黑暗小王子。好，但真的，我们是不是因为碰到了他们两个的手？但也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，那他们也不，他们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吗？这太见外了，但这边啊，大老师，伟霆哥，你们在哪儿？你们在哪儿啊？我这种声音才像是鹏鹏的声音。对，我刚一直都不敢叫，你知道吗？真的需要勇气啊！楚楚，你不要吓我。啊！怎么又抱腿了？没有没有，就是一个假人。他这个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嗯，确实还挺狠。你自己看。哇，真挺吓人的，你别说。看到了那绿脸。行行行行行行。我要抓到他。我们 他就蹲到那里，来，就他，就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。好了，他现在已经让他不动了。这个是可以控制的，你们这里这么高级的吗？有一说一，我胆子好像变大点了。对，蜜姐，你胆子太大了，我的妈呀！我抓住他了，就是你是吧？呀，等一下，抓我，吓我！哎，我怎么抓他？我怎么过去？他手在这里，我过去。朋友上，冷静，朋友上，冷静，好，放手，我们走。你可以的，我们在后面护着你。我跟你说，走在第一个是最安全的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快走到了。加油。这边，感觉跟伟霆哥在一起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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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问题没问题。我觉得我们快走到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这边，对。别碰我手啊！怎么搞啊？是不是大老师？你再摸我，我要抓你了啊！是我哥哥，你别，是我。再摸我手，我就去抓了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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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对了吗，哥哥？在海口，哎，出来了，你看吧，是跟你一样吗？啊，不一样吗？好像是。慢点。把头盔摘了吧。完了，又要动手了。哇，你出了这么多汗。这真的吓白了你，快喝了补补，你别低血糖了，快点别低血糖了，低血糖就真出不去了。
多喝点。你没吃饭，你赶紧全喝了吧。小贾在这儿呢。小贾在这儿呢。小贾在这儿呢。你能看见我们吗？你能看见我们吗？看见了。啊，横斜三角最边是最那边的横斜三角。哎，我们能出吗？我们也不能出。有按钮。哎，他有个钥匙，蜜姐，蜜姐，嗯，他有个钥匙，你开开试试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是一会儿是不是得用啊？这是手套。张老师，需要戴眼墨镜。按住，按住。来，帮个忙。没啥，是不是？那是不是给他打开啊？是不是得他们那屋先解开啊？我就看一个横斜三角。我再记一个啊。最左边上面那一排是横斜三角。横斜三角。中间是斜往那边的，从右到左的斜啊，然后一个 T， 然后一个 L。横斜三角斜 T L 这个 L、oh, L 这个好，你这边呢？三角竖 T 往右，七。那是不是要拼成两个呀？等于说一个如果是七的话，哪个是竖？没有一个竖是最右中间这边的。第二个三角竖 T， 三角竖 T 竖，好，是这个和这个竖，竖。对了，终于对了，对了 ，OK。一次打三个。我们的智商只够一次打一次的，还有一次打三个呀。第二题就是按这个方式 ，F， 我知道了，你找到一个 T 往右边的，这里有一个 T， 那有一个 L， 这是 L， 这个是 L， 那这个是 T 了，应该这个是 T， 对，这个 T 是，这个就是往左边的，是它是这样的。对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这个 T 是往右的，那你要找一个横，我连我这样，就是这个，是这个，这个和这个，对了，对了，肯定对了，对，肯定对了，好，第三个来。哇！斜，横斜，斜横斜，其实它就是两个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再给他机会，再给他机会，兄弟。他这边不出了，已经放弃，怎么了？等你不出话了。左右两个三角形搭在一起就是。它就是这样吧，这样，然后还有一个斜杠。那咱们这个不就是这样一个横杠吗？就是这样，这么着一个是闪电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闪电型啊，对呀、啊。终于对了。
救救我！哇，全是汗！为什么？怎么还跪着还跪累了？我抓 NPC 了！我抓住了！呀！我们打不开，打不开！那边眼睛那边有没有什么东西？右边就是你们的左边，我们的左边。嗯。哦，有救援绳儿。不是，不是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在这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镜子，有什么按钮吗？这个门是需要密码吗？是这意思吗？没有密码，那里就一个眼睛。眼睛能看见眼睛形状的吗？这个是眼睛形状的。哎，可以了，摁了。是不是要反射到什么地方啊？然后拿镜子。哦，镜子反射到这，我们反射过去。你们要反到哪里去啊？反到这里，这里有个眼镜。但我们没有镜子啊，兄弟。眼镜，那个墨镜。哦，墨镜，墨镜。拿镜子。那边还有个镜子。哇，今天真的是陈美婷当了一天的灯 J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哇，灯光大师。你要他说他要反射到对，反射到这儿，然后再反射到这儿，让他反你眼镜上。那我再反到那儿啊？对，然后这还有一个。反到我眼镜上看有没有可能？等一下，我们的灯 J 正在找角度。你帮我看啊。好，再往这边一点。那就反了，反方向。好。哎，可以。并且你不用带，拿手拿这个罩。你这里。他到反到哪儿去了？蜜姐没反到。你们别动啊！你们别动。怎么不能动？哎，这边。哎，照镜，这边有了。得了，佳琪，你身上别动。这里，都别动啊。不行吧，这墨镜不太行吧？这墨镜反过来是这种，它很大一块，不行啊，咱们还是要镜子。你们确定是照你们的吗？我觉得肯定是照过来的，反射过来。但是我们只有这个可以反，这个反不到的，得要镜子才可以。好漂亮啊，钻石情况，瑞哈娜演唱会。你穿过我的手心呢。哎，烦吧，这东西用我拿着吧。嗨，能贴上往这一直拿着，假装很积极一样，缺点。哎，这个了，这东西能反光吗？行，可以。但他们射不了，你明白吧？因为你们要拿着这个。哦，这里。哦，下面。这里你可以放进来吗？但是它有个把儿，过不来。那么多锤子给它敲了不行吗？就是把这个东西给卸掉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卸掉就行了。现在咱们这一记录都跟技校似的啊，然后又学英语，又学这个，又学各种这个
小工艺，可以可以。对，我山东就出这个。来吧。这东西是怎么安上的呀？我知道了。哎呦！咚。那不有个工具箱吗？黑色的。那打不开，有个锁。哎，他有个钥匙。那个钥匙呢？不可能，宝贝。这怎么不可能？这。对，这不就出来了吗？来来，快点。钥匙给你们放下面了。哦，全雪艇有钥匙。是不是能打开这个？你看看，试试，能开吗？能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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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。OK，OK，OK， 一样。这只是它的它的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拿着这个，这样防丢人，因为是出不去了，根本就这只是让别人认出来。这是下一步，咱们先让他们进来。那是下一步。能不能把你们的镜子弄碎啊？好、啊。敲碎啊！那么多锤子给它敲了不行吗？把大镜子敲碎，解散计了。我们强拆一次进去吧，要不然就是说我们这个节目变成一个手工类的一个闯关类节目。真的吗？戴好手套。戴手套。戴眼镜。来了啊！我们现在要想方设法拥有更多的镜子，就是把一片镜子弄碎，靠咱们的纯手工艺。来。不是你那么远啊，你一进来稍微一敲它不就碎了吗？这样可是离近的显得我不阳刚，我要非常的阳刚，好吗？然后来了，开始了，我们岁岁平安。没碎成是不是？哎呦！Hey, come on, come on！ 啊，这镜子碎不了啊！锣鼓喧天，鞭炮齐。对，不是，这边，对，你说这样吧，对，你走了，小心。哎，哇，完美啊！来，戴手套，戴手套弄，我来戴。你们俩也行了。好，再来一个。好，完美，小心手。啊。鹏鹏最后一步，我来站这儿做第一个，这可以吗？所以你直接射我，直接给你，你要射我好，现在我打着你了，好，完美。等，稳住，我很稳的，别动，加速旋转。好，别走，马上快好了。等，稳住，坚持一下，别动。再来一下，坚持一下。好，别走，马上快好了。稳住，别动。坚持一下，别动。坚持一下，要坚持。稳住，别动。要坚持。好，可以了，开了。耶耶，撒花。完美。大老师为什么打不开，连镜子打不开？阳刚的，你刚才那个爷们儿的，让他加那个新来的，就稍微什么一点，明白？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东西，有一个面具。突罗杰，什么威？你骗了我。他有线。
来看了，你已经全都知道了，我不该向你隐瞒。如果勇气亲口告诉你，你是不是就不会这样离开？这个剧院是你和他的心血，我会替你们好好守护他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是陶薇跟那个谁，不会是罗杰亲手把爱豆？然后看到这个，咱们一进来是哪儿啊？正吧，舞台。铁笼，然后进到孵化间，然后进到排练。好，这是那个陶薇人偶嘛，就摆姿势的那个，然后走过来，我们到了陶薇的卧室，然后餐厅，爱德华的卧室也有。不能让别人发现我的身份。罗杰人偶，这是我们刚刚的，就到了面具房。这是面具房和工具房。对，就是这儿。有一个大的钥匙在这里找到了。所以咱们现在开门，走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等会儿，这有一双，有一只鞋。哎，大老师，你记得那个女孩第一双鞋丢在那儿，然后这儿还有一只鞋。对，那个在舞台上。她的鞋掉在这儿。哦，她被抓走了。哦，这个女孩现在。光着脚呢，容易着凉。容易着凉，说明他两只鞋全丢了，宝贝。哦，来了！啊！哇，嚯！哇，这里好酷啊！哦，这里边好像那个大山洞里边的感觉。哇，我们上地下室了。哇，这感觉。哦。哇，好多地下！哦，秘姐，我在这儿。快快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先慢走。这里面是有门的。是哪儿啊？这个密码柜，来这儿呢，这也是密码，这个肯定要解。这也得开。哦，这个好像挺难的哦。总不能是翻床吧？这个可以动，这个可以，这个。不会的，他到底是谁？我要亲自问问他。这是最进化的镜子里，就是那个里面跳舞的是陶薇，叫我们来的是小薇。小薇不是，她是她一闺蜜，想占这边房产，然后想把这块砖卖了，有可能。他就是想，好复杂哦。对，想挣点钱，都是这点挣点钱的事儿，没别的事儿，是吧？给人对。代表了我们中间。那个灯能关？朋友们，那个灯要不要关一下看看？把灯关呗。哎，那个灯，那边灯开了。嘿，看到有啥东西？哦，这个是不是可以推进去啊？对，绝对的，可以。要不然它这个位置很奇怪，它一定会运动。给它移过去，来，我们一块移。对，移吧。哦哟。上面是有什么吗？它能照到什么吗？
他照到了我，因为我是最闪亮最闪亮。哦，地上有没有东西、啊、哦，地上有没有东西，脏了，弄干净就行了，把灰给抹一抹，感觉地上是图案，感觉地上是图案。真的吗？只是天然的大理石那种东西吧？没有，地上是个图案。是不是要格局大一点才能看出来、啊、就高一点。把灯关了再开看看能不能开。哦，对，可能开灯。你去看吧，开了啊，开了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开一下，开一下。你看，你看，这有字，011什么四。啊？你看，你看看。因为有倒影，倒影，倒影。0114。0114。哇！哦耶！撒花，撒花！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大提琴，哇！来吧，朋友们，看一下，好帅呀、啊！罗杰，性别男，修完音乐系，士兵证，谁的？他的。罗杰是个工程兵，所以0114是他的生日，是这个罗杰的生日。哦，我的妈呀！你看这个罗杰，他是 J 国的兵。哦 ，J 国。啊，但是他是在 M 国大学毕业的，他是间谍是不是？新兵守则，维护自己的家族荣誉，为国而战，为自己而战。如果敌人正在你的射程内，那么你也在他的射程内。战场上能信赖的只有你手中的枪和战友。他是间谍，真有间谍啊！他是萨伊。方向密码，通过美年达的摆放判断指示的方向。再看一眼啊，判断指示的方向，每次都要喝口美年达才能够想起来怎么解。这是最重要，解哪个？哦，是解那个上下左右是吧？它就是一个方向的锁。我让观众朋友们看一看，觉得这一局是杨幂解开锁的，请打一；如果是认为是陈伟霆打开的，请打二；我们认为最终如果是黄明昊打开这个锁的话，请打三；如果是认为我最终打开这个锁的，请打自己。给大张伟老师打 call。通过美年达摆放指示的方向，三个两个，跟个数有关系吗？两个大于三个吗？三个小于两个？这不就是这个结果吗？如果这不看颜色的话，一，这样。那四个呢？跟四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就逻辑题嘛，纯猜测啊。嗯。二可以去向三，二可以去向三，这里有个东西去向二，那就只有四可以去向二，因为二是去向三的，所以三不可能去向二。哦。排除，哦，所以说，那既然四是到二的，二是到三的，那三不可能到二，那三也不能到四，那三也不能到二，那说明三只能到四。这家伙练的真不错，对吧？这个四跟三，那只能三到四嘛，那就说明这肯定是左边，第一个就是左边，三到四那就是右边，左右，然后就四到三，然后原来是还是左，三到二，二到三还是左，二到三右。那就是左右左左右，那最后一个是什么？对，还差一个。再试一次啊！现在有两个向左，一个向右，然后有两个两撇儿，一个三撇儿。箭头数量跟瓶子的数量有关系吗？好难啊！指向三瓶的是有三个，对吧？哦，几瓶就是有几个箭头指。
哦，我知道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想嘛，这是四，这有一二三四五六，那最起码有四个是往这走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三，这里不可能有三个是指向它的，因为如果这里是有三个指向它的话，那这边就四个就不够用了，所以说这边一定是一个这个。哦，明白。如果这边是两个的话，如果两边都是往这指的话，多了。哇，这多了一个，所以说这边必定是一个一个这个和一个这个，就这个是被夹在中间的。然后，但是三个的怎么解释呢？它这边有两个已经指向它了呀，所以这里只有一个是指向这边的。如果这边要达成这个是指向四个的话，如果这边两个的话，如果这边还是两个的话，那这边四个又不成立了。它有点排除的意思。所以说这边一个是一个这个，一边是指一个这个，这样一二三四都成立了。那如果这边要达到三个，现在已经一个二三啊够了，全够了。左右左左右左。等一下，我再试一遍啊。四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是对的。三个，一、二、三，对的。四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对的。三个，一、二、三，对的。两个，一、二，对的。三个，一、二、三，对了。所以我特别喜欢搞这种逻辑题，我逻辑题我就蛮擅长的。就比如说一个瓶子有四个嘛，那就说明有四个箭头是指向它的。如果要让这四个箭头是指向它的，就是从最后一个开始往前推，要满足这个条件，那箭头必须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它。假设左边的四个箭头都指向左，那么剩下的箭头无法满足，有三个都指向右，所以我们能推出呢，就是说最右边的箭头就是为左的，因为二的两侧分别是三，所以二两侧的箭头应该是相对向内或向外的。如果箭头向内，那么指向二的箭头已经超过了二，所以推论出呢，二两侧的箭头一定是向外的。左边的四个瓶子已经有两个箭头是指向它的了，假设剩余的箭头里面有两个是指向左的，则不能满足四个瓶子有四个箭头都指向它，所以我们就能推出呢，四个瓶子左右两侧的箭头是向内的，这样呢，指向四的箭头也已经满足了。那么这组瓶子已经有三个箭头指向它了，所以最左边的那个箭头一定是指向左的。所以就是从尾推到头就可以了。左右左左右左。往上。可以了。可以。结果是陈美婷，哎，答二的朋友可以了，赢了啊你们！手握美年达，灵感急速达，想不出来的时候就让我喝一口美年达吧，灵感迸发。来，小心门啊！出去了？没有。啊哥，我那有个红东西是嘛？是有人吗？谁被绑那儿了？小薇，小薇，小薇，他不会从玻璃这儿爬出来吧？他还变身。它变成了美年达什么味儿的？百香果味儿的。百香果椰青青椰。然后呢？还是说咱们要走啊？这只是一个景点啊。啊，对，走吧。威廉狗狗。嗯。小心斜坡。我就说是球吧，哇太厉害了，我太厉害了，哇塞，哇，快走，挡着点杨幂，快走，走了，
走走走，我的天，可以啊，我很酷啊，走了。然后呢，前面怎么走啊？往前推。哦，裂开孔来，裂开孔来。完蛋了，我俩错下了。张老师，走，小姐，走起来，老板。哦，小心！哎呦喂！等会儿啊，脚底，小心脚。然后又来了。走啊！那手拉手吧，这容易掉下去。拉着，拉着，小心！所以我们要开这个门。紧急开门备用，每次仅限一球，把球扔进去吗？不知道呀。是要拉这个呀？是不是拉这个，你放进去，把球放进去，然后拉，来了，然后拉这个绳子，哦是这个，它能拉的角度是这样的，你看现在我拉这个角度，拉个球放里边，走，能往上，懂了，我先这边高一点吧。我再放一个啊，放，好，可以，一二三 go， 一二三 go， 高，还差一点了，其实很快。这刚才就差一点了，对，你们就按照刚那个方法先走。我的妈！我的妈！你去哪儿了，国伟？可以游泳吗？挺好玩的，看着。好，可以。你要高一点，我再高一点，这样。好，你再高，再高，好的。一二三，一下。OK， 别动。你要高，你要比我高。对。我再高就过那个头了。我们一拉就要拉到这里来啊。要使劲拉是吧？使劲拉。一二三，拉。一二三，拉。我定，别动，我高，你定，别动。大老弟，可以，大老师弟，大老师低一般，沈伟霆低，大老师再低一点，再低，进去了。哎，伟霆哥，我觉得是你那边得，你低，你先下一点，然后再上来。哎，对，你得靠这个力，对。深固有啊，够不够？那再来一点，再来点，再往这边啊。哎，可以，到上。大老弟。高。哇！给埋上。
我特别喜欢在海洋球里躺着的感觉，他们让我拉我就拉啊。然后我觉得那个过洞的那个特别像我以前小时候玩的一个游戏，也是瞬间就让我感觉到我置身在那个游戏里头，我觉得这个特别的神奇。当时建议就是说一个人肯定完成不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团队精神配合，团魂就出来了，然后我觉得这一下特别棒。然后呢，开门了吧？能开了，走。有意思啊，这个 nice。有没有觉得我们是大制作？太大了，是不是挺横？横太横了，这就是序曲。嗯。哇，这真蜡烛啊，朋友们，小心点。哦，我们要集体吹蜡烛啊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来，这儿呢，这也是密码。数字密码，朋友们。好，三位的。三位的数字。这里有个磁带，就放到这里的。录音机好不好？今天我又梦到自己回到了战场上，醒来时浑身冷汗。当时我在战场上碰到了爱德华。啊，这是罗杰。属于不同国家的我们同时举起了枪。我下意识地扣动了扳机，子弹击中了他。啊！罗杰把爱德华杀了。检查尸体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他手里的枪根本没有上膛。原来他从一开始就不想杀我。我想起他倒下时望向我的悲悯眼神，感到深深的羞耻与悔恨。今后。我会日夜在此忏悔赎罪。他只是说这是他一个忏悔的地方吗？明白。他们相当于各自都有各自立场，然后呢，但是我为了我立场，我必须要开这枪。然后开这枪之后，发现对方其实根本没有开这枪，因为你不开，你可能就死。那陶薇去哪儿了？接着放。陶薇已经很多天没有回来了，她应该是知道所有真相了吧？当时战火蔓延到 M 镇，我故意换上 M 国阵亡士兵的衣服来到剧院，只是想趁机将爱德华的遗物和没有寄出的信送还给他的爱人，但是没想到途中意外受伤，昏倒在剧院门口。哦，醒来后，我才知道陶薇救了我。我不敢说出我的真实身份和爱德华死亡的真相，只能编织谎言欺骗他。在战火肆意生死难料的日子里，我们相互陪伴，这些偷来的时光中，他如同长夜的萤火，点燃了我荒芜的内心。如今我只能抱着这些记忆残片度过余生了。所以等于陶薇也知道了是他杀来的话，怎么发现的？今天跟着读哦，这就录音给录出来了，在这忏悔，对，天天在这忏悔，让人听见了。对呀，还是想不开，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？还有别的吗？都听完了？没有，就这两盘。哎，所以密码怎么开呢？这里哪有什么？是因为这些吗？又是这些吗？数字吗？蜜桃914。这些吧，要把它摆齐吧。
就是全摆齐了，那门就开了，是吧？是这意思吧？来，也不是，未必是。这是一个，这肯定是一个收纳狂，收纳狂那个出的这个题目叫收纳密室，就是只要把这东西收好了，然后你的锁就开开了。我妈应该开这么一密室，收纳密室，收纳密室，来吧。它这个后面。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这儿。咱们还是得把它复位，你看后面的图案。还得拉出来一点。看到后面的图案了吗？看不出来任何。因为还没放满，中间还乱着呢。对。先复，先复完了。来吧。这个复位要复很久啊。这就是我们蜜桃老人派给他们新人的一个挑战。你看老人啊，蜜桃老人就是不干活了是吗？累了，还是得干活啊。最少是一次，对吧？那就端月份摆回来就没了吗？2015年的在哪边？1506、1504、03对。有需要22的吗？07中间。21年的。2302。这边还有俩。都拿过来，谢谢。都摆完了吗？还有吗？底下还有吗？没有了。我们挪出来吧，要不一、二。摁好，别倒，摁好，别倒，哎，别倒，别倒。这啥呢？还要看这个边儿 ，T L U。这啥意思啊？这是啥呀？对吗？对吗？这个摆的都，请问。感觉是，反正起码这俩肯定对了吧 ？T L 这个 T L U， 这个有点奇怪，这是哪儿都不挨哪儿的，有俩边儿对。对，这个是不太对的，就是倒数第二行。这四行有问题吗？看一下。嗯。哦，这错了，七错了。你看吧，到这。哦。就是中间。看，还有吗？还是不太对。嗯，肯定都对了，马上对了。他这块都做错了，对，这是连在一起的，里面缺一块呢。等一下，191，他一排摆几个月？12、14、16、18，每行52。第二排50个。那可以俩。怎么还有上面还有俩？你为什么还发现上面还有东西啊？兵哥刚才说我无聊，给我仨玩意儿，我就放起来了。哎，给一点你吧。嗯，看你这么无聊。你跟打牌藏牌是一个概念。第二排要再放两个，它两边的等于是那种对齐嘛。51个，这第三排只有51个。这是个什么 ？T C O L U， 那不是数字密码吗？我们，我们的密码是三位磁带有5排，那说明中间有连字啊。有没有可能就下面两排是不要的呢？就是这是最近的，不是它是设密码，就只要看上面三排。也不是啊，因为第三排看不出来是什么数字。看得出来啊，476啊，476。啊，这个当这个吗？对，这是四嘛，对吧？是，来吧，476。不对，他肯定是5排看成3排了。这样也可以是这样，你看，哎，如果竖着看，它是这样的，2、5，有一个5能看出来，205。我
觉得205有可能哎。现在那个形状特别对称，就是角度的问题，怎么看？咱们按照隔板来看的话，从中间是不是要拼一下？是要把这些拼一下？有笔和纸吗？它肯定是错位的呀。毛，箭头，它像个箭头啊！箭头，对，箭头是对的。顺序往下，往下，下。我们有一个向下的箭头，所以呢。现在那个形状特别对称。隔板来看的话，顺序往下。哦，左边的都是下半边，右边的都是上半边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哦、聪明。对对对。左边的都是下半边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右边上半边，左边是下半边。上半边的是这样。下半边的是它是错位的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423，哦，423有可能。423，对，这些磁带按照顺序排好了之后呢，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就是很像箭头的一个东西，对，然后还有个分割线，然后就把这些符号分开，然后按字母往下排，然后再拼凑起来就是一个423。哎，423，我知道了。对，423，423，我知道，我也拼出来423了。它这两个合在一起嘛，这样的对吧？对。耶。这是四嘛？三是反的一个三。对对对，423嘛，我也拼出来，我也拼出来。在这儿。423。MVP，MVP 真的。这是出来了吗？已经。他睡了很久了，应该。哎，这里为什么长满了蔷薇啊？是妈妈，妈妈走了之后就变成这些花儿，天天保护着姑娘，变成思念，是不是？应该是这个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嗯。嗨，小薇。嗨，小薇。我们要唤醒她。哎，这里有个。这里有个这个异闻季晕。哇，是大侦探那边的，使人瞬间昏迷10个小时，然后再等会儿，然后注意，充满爱意的音乐可解除药效。你看没有，还得靠充满爱意的音乐。我们能不能不分手，亲爱的别走。哎，要不让他笑吧。
Super Idol 的笑容都为你的甜，大月中午的阳光都没您耀眼，嘿嘿，一百零五度的你，嘿，真不有谁，你还不笑，哎，你演的很辛苦。哎，他是不是得跟他们那个芭蕾舞的有关系啊？芭蕾爱芭蕾。以充满爱意的音乐可解除药效。哦，应该那个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。将你供养。来来来来来，被吵醒了，被吵醒了，吵醒了，吵醒了，爱的供养吵醒了。好了，爱的供养。这是什么地方呀？这是你的花园。为什么有那么多蔷薇花？你不看我们吗？就是他只看我们站了一堆人。我们在这这么多人呢。这是我妈妈生前最爱的花朵。哦。你妈妈莫非就是陶薇？等一下，你们怎么知道陶薇？对，说对了，陶薇，因为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你们妈妈失踪了。陶薇是我的养母，我从小和她一起相依为命。没想到一年前，她突然得了重病，没过多久就去世了。你确定他去去世了？确定。起来起来。我在整理他遗物的时候发现，这座唯爱剧院是他创办的，我就想回来看看。哎，他是不是跟另外一个人一块开的这个剧院？两个人？我不清楚。哦。怎么了？那你怎么了？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也是我整理他遗物的时候发现的。要给罗杰的。是一个上了锁的箱子。密码呢？我不太清楚密码。那罗杰几号生日来着？罗杰是，如果他带着歉意的话，他就是913。因为爱德华是913，好，但是他是四位数哦，0913，还是年轻了，913，0，不对，有没有是罗杰的生日？罗杰的生日刚才是多少来着？哎，不对，0114，0114，罗杰的生日是0114，要不要试一下？那就0114嘛，来嘛，0114，0114，开。开，开了。OK。哦，真的是0114啊。有些事儿，你真的你知道都是心病，还想知道吗？你知道了，就可能没有这么办法幸福的生活在这个世界。因为有些事情你知道之后，会有更大的。你还不如不知道呢。对。那我真的想知道。没事，我们先替你知道一下，先看一眼。对对对。是一封信是吗？不是不是。来念一下，念一下，念一下，来。罗杰，我早该给你写这封信。当初我尘封和爱德华的过往，想要开启新生活时，却无意在门外听到了你的忏悔，心中震惊且悲伤。爱德华去世后，我的世界失去了色彩。我本以为你是那抹亮色，是我的救赎，但没想到真相如此残忍。这一门之隔，便是我们之间最遥远的距离。我无法再面对你，也无法再面对爱德华，于是不辞而别。之后，我收养了一个小女孩，度过了数十年的岁月。最近我常常回想从前的时光，或许是病痛的折磨让人忍不住脆弱，如果没有战争，我们本可以各自度过幸福安稳的一生。对。窗外又下起了小雨，我仿佛听见了你在读我最爱的诗歌。来吧，
唱出来，唱出来。到你了，到你了。唱出来。沉沉闷闷，迷迷惘惘，钟声荡起，往事如烟，在眼前重现，我泪落如雨。930，4月10号，你拿着这信吧。那有什么想知道的吗？关于罗杰和爱的话，我一点消息都不太清楚。我不、哦哦。对。呜、哦、呜、哦，他来了。罗杰，你终于来了。哦，他来忏悔了。他跪下了，跟你一样，跟他对跪，回唱跟他对拜。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？我盼望有一天能够等到你回来，然后再亲口跟你说声对不起。但是，我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我为你种的满屋蔷薇，它们也没有盛开的意义了。战争将你带离了我的身边，这一度让我非常的痛苦。每当思念太多，就用这支钢笔临摹你。出现了一个与你一样温暖善良的人。啊，罗杰把爱德华杀了。陶薇，你已经走十几年了，那么希望这辈子能够当面祈求你的宽恕与原谅。哇，好浪漫哦！哇，这是罗杰给陶薇下的花。对，希望他能够就是圆满。还是很浪漫。对，祝你幸福啊。如果我妈妈还在就好了。你妈妈一直都在。你妈妈在。对，她就在你的身边陪着你的。对，美妙的美妙的心里。离开的门我已经打开了，你们走吧。OK， 再见。能这么无情吗？等一下。哎，这是我妈妈生前的愿望，所以我一定要将这封信亲手交到罗杰的手上。所以你们先回学校，然后等我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之后，我再回来找你们，可以吗？好。同学们，再见。爸爸，再见。谢谢学姐。那我们从哪回学校呢？跟我跟着走吧，也是从这儿走。我们每个人都演一嘛。再见了，同学们。拜拜，妈妈，再见。还有惊喜啊！有惊喜。
你以为结束了？你以为他很天真？你看现在狂的。如果哦耶！哎，如果，如果真的有如果，一切都还能重来。有演出，有演出。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。哇哇哦！对，我今天看到这个悲剧，所有的误会都是战争造成的，所以我自己非常庆幸可以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，可以在做自己热爱的事业，可以去认识自己想认识的人，拥有这种自由，因为我们出生在这个国家特别的好。这个是罗杰是吧？对。去战争的人有一些是音乐家，他们没办法，他们也要上那个战场，但是如果我们都可以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我们擅长的，我们可能那个结局就完全不一样。如果我们站在立场的角度上来说，是没有人是错的，但是善良呢就会让我们有内疚，不管怎么着，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善良地活着。我们的先辈打了几代人的仗，才拥有了现在的和平，所以就要珍惜好现在和平的生活，然后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持当下的快乐。就像我们最后走在那个和平长廊一样，可能在另一时空收获不一样的爱情和感情。生活在平安的地方，我们该多么的美好，然后要珍惜当下，好好生活，珍惜眼前人，好好努力，好好工作，好好吃饭，好好活着。哇，逃脱成功！好，成功耶！那是我们的舞台。哇，恭喜我们逃脱成功！是不是好玩的？好玩，真的，真的很好玩。回忆起来就是高兴。我回忆起来，我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是抓住了他。对。不过胆子其实不小，他一直都走在第一个。是不是可以喊起我们的口号，我们的朋友们？好啊，好。立誓大唐国。一口美年达，灵感大爆发。本节目由美年达独家冠名播出。万般线索皆可破，我是人间必胜客。本节目由必胜客赞助播出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，
声微博，参与密室大逃脱话题讨论，畅聊节目观后感。微博搜索蜜桃潇湘情，参与密室打卡活动，跟着蜜桃一起畅游潇湘。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。